大家好，我是恁帅气的崔弟，崔弟我又来了。崔弟呢，现在呢在公园，锻炼身体呢。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钟，我是7点多过来的，已经徒步走了，40分钟了吧，这个总体来说效果还不错。因为最近几天呢不怎么锻炼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不敢跑，主要是在慢走，是这意思。也不是最近几天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锻炼过身体了。是这，今天早上，我5点多，俺的二胖就醒了，在那哭了，等着吃奶了。我给奶粉给他弄好以后，我就睡不着觉了。我一想，我说睡不着了，那就出来锻炼身体吧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我就出来了，是这，今天呢，这个锻炼过之后呢，也是神清气爽，浑身呢可带劲，但是我还得继续锻炼，30-40分钟，这个效果不明显，我得再弄1个小时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会出效果，最起码得微微冒汗。此时此刻呢，崔弟的额头呢也没汗，是这意思啊，多少得冒点汗，是这，以后的话我得坚持，一定得努力的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
好啦，现在呢是将近9点钟，嗯，翠弟呢健身结束了，今天呢主要是以这个有氧运动为主，嗯，这个无氧运动基本上都没做，嗯，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锻炼身体了啊，所以说呢不能做太过于剧烈的运动啊，嗯，这样的话有损身体健康，是这意思。嗯，今天我这个装备还不错，小耳机、小包，为了晨练，这是媳妇儿给买的，包括这反正就是这个锻炼不锻炼，这装备必须得具备啊，是这意思啊，这是穿的必须得清新啊，必须得得劲，走吧，回家。来市场转转，这个是小市场，这个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在那边小区了，小区的后边呢就有一个市场，胡辣汤，一碗凉吃，凉吃啊，胡辣汤5块，豆腐脑4块，日合一4块，一碗凉吃，半张饼带走。凉吃半张饼。这饼多少钱一斤？8块钱一斤。啊，那4块钱了吧？4块钱了。啊，半张吧。分期收款16元。1块钱的，它有可能是一张。啊。这是3块2。要不要盒子还要袋子？可以，3块2可以。不盒子还要袋子？袋子。啊，盒子不是要钱了吗？不要钱。不要钱了，盒子吧，盒子吧，啊，哎呀，进去。小白太热情了，热情的小白。哎呀，给。别撒了，你来弄小蜜糖了？啊，蜜了蜜吧，掉啊！哎呦，你是个东西！我掉了吗？跟这儿，这也不掉，这都把这湿掉，你这尿掉不着，拧掉都错了。我说这掉啊，就在那磨，那磨干了，我这磨的，我这就完了，说咋就咋。好了，那就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，那就这吧。我妈弄小米汤了，我不行的话喝点。嗯，得抓紧时间给媳妇儿弄饭了，马上9点钟了，不行的话去买点包子吧，买点包子，买点豆浆，因为那个胡辣汤媳妇儿不喝，油炸食品她不吃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买点包子，这个买点豆浆啊，媳妇儿一吃一喝就行了啊。乐胖估计吃过了，那行了，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啊，再见，再见。